バス。When I think about the way we used to be, when I think about the things it took from me, I know that I am so much better. When I look at what I've done, now that we are apart, when I look at what I've won, I've come so far. I know I'm so much better. Mama, it's okay.よいしょ。ほうかな。オイル。这个。头发的。ほうばオイル。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好，那我们买这个吧。走。对，今天会那个。走吧，走，宝宝。嗯，好的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猫爸，你是谁？弟弟。你是小猫哈。今天我就是跟小猫去无印良品帮妈妈买一点保养品吧，然后顺便就是逛一逛，等一下就要回去了。昨天晚上呢 ，Peter 又有一个新的关键字出现了，叫做“台湾 no 参加户卡”，台湾不可参加。那我就点下去啦。他在说的是，台湾今年2020年又不可以参加 WHA 的大会了。那关于这件事情呢，我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坏判断，反正我们只要做得好，这次防疫成功，世界上就是觉得我们台湾很棒，很赞，很赞。不管有没有参加 WHA， 大家都知道，日本人也知道，我们这次做的绝对是世界数一数二的。哦，那我就来看一下呢，日本网友对这个 WHA 不能参加的事情有什么看法喽？首先呢，就第一个，他说。台湾不可以参加这个 WHO 的总会，也就是 WHA， 那是因为呢的韩德赛团长带领的中国军队啊，那怎么可能让台湾参加呢？他这个就是用近期的巨人的梗吧，我觉得，反正就是他觉得韩德赛呢就是一个中国的兵团长。好，那第二个呢，这个人还蛮生气的哦。最早台湾有跟 WHO 说，新冠肺炎可能会世界大流行哦，然后 WHO 就哦是哦，然后呢 WHO 不但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也不管你。到了最近呢，就变成 WHO 说啊，台湾你不可以参加 WHA 哦，然后就用了一个这个图示啊，定下来了。然后最后用了这个图示啊啊。其实这个还蛮严重的，这个在日本就不能像台湾常常没有听见说哈，如果你跟人家说哈的话，他们会觉得你是在生气，因为这个哈的意思有点像说你是在攻杀小叮当啊，类似这种感觉，所以还蛮生气的。然后那最后一个网友呢，他就是说他觉得台湾没办法参加这个 WHA， 他觉得非常的不开心不愉快，所以他最后的有一个 hashtag 就是说要支持台湾参加这个 WHA WHO， 甚至他是写 WHO WHO 可能比较难啦，因为毕竟这个是联合国旗下的一个团体，那 WHA 以前的话都是以观察员，反正这个也不是很重要，能不能参加才是今年防疫的一个成果，所以他是支持，所以我觉得很棒。这就是日本网友呢对这一次台湾无法参加 WHA 的看法，还蛮火的。其实就是也没有人是站在 WHO 那边，大部分都是站在台湾这边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哦。好，那我们走了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说拜拜。谢谢。又是这样子 ，OK， 那我们就走喽，拜拜，妈美拜拜，好不好？OK， 走。
よいしょ。